欢迎收看我不磕哪里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凯莉的距离任务，现在是123嘛，然后我今天要试的是用那个滑板喷射器，然后用我的分身来组队，然后组我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去用那个滑板喷射器去抓刷这个移动的任务啊。那我们就来测一下吧。 2000 years later，好的，我刚刚稍微实测一下，如果是电脑厂的话，可能不会出滑板喷射器啊。所以这一场的话，我发现有活人啊，赶快又重新录影一下。然后我用了另外一个分身玉米耕种者，他这个话呢，是有，怎么讲，有也赢过几场啊，所以说比较容易配到一点点活人。因为如果你们今天滑板喷射器啊，去刷这个任务的时候，会发现有问题是，一般场次只要没有电脑厂的话呢，很快就 GG 了，所以说很容易死掉啊。因为滑板喷射器，其实玩家其他人会看到你那边飞来飞去嘛，他们就会去滑板喷射器那边放地雷，或者呢直接打小鸟，甚至直接给你死啊。然后这场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叫皇上的玩家嘛，他有160的徽章，其他有可能是电脑数可能会比较多一点，活的玩家比较少，所以说呢这一场应该会出滑板喷射器。然后我会建议大家这个凯莉的绝顶任务还是慢慢玩啊，其实没有差啊，有时候玩个几场，玩，很快就600公里了。然后这场只是想要实测给你们看一下，用滑板喷射器，就是能不能够速刷、啊。然后我的上一场其实我配到活人，然后大概应该是前进了6公里。那我刚忘了拍画面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实测这一场，这是一场而已。滑板喷射器来回飞大概多少 ？OK， 有出，太好了，因为我刚刚大概玩了6场都没出。那我就直接自杀了，就直接用那个汽油桶自杀。然后我一样是把我的那个分身直接让他离开，回到大厅，这样就不会有这样战机。OK， 主要的话就是滑板喷射器。然后我们先设定啊，让他往天文台方向飞。我会建议大家这个刷法，对不对？尽量少用啊，因为很容易就死掉了。因为天文台跟刚刚那个地方嘛，跟那个区域啊，都非常多玩家。基本上你飞个一两次就有敌人，好，这电脑就是如果说有敌人的活玩家的话呢，你死亡几率非常高啊，所以说你基本上你可能只能飞一些偏僻的地方，可能比较没有玩家、啊、不然以现在玩家的技术跟经验来讲呢，你没有飞多久就会死掉了，所以说飞来飞去的话呢，主要这场是实测啊，然后我会觉得不太推荐，因为很容易死掉，你们自己测可能知道很容易死。因为像我如果看到玩家飞，对不对？我会跟他飞，然后他如果今天没有放地雷的状况下，我可能就直接可以收到他了，对不对？我之前就是这样玩啊，就看我玩家飞过啊，我就跟着他那个滑板喷射器直接飞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来先收点东西，等一下我会直接两边飞飞飞飞一整场，来看看到底怎么样。好，现在呢教大家怎么设定啊。如果今天你是电脑厂有出现这个滑板喷射器的话，你就可以速刷、啊。我是建议电脑厂啊，因为电脑厂你这样刷比较不会被活的玩家直接 KO 啊。然后这场其实有活玩家，只是人应该比较少一点。等一下遇到应该也是要把它收掉。好，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吧。好，飞到这个地方来。现在就在遇到这个 K 镇这边，用 K 镇跟天文台这两边刷那个移动啊。它这样其实可以算移动，可是很奇怪的是这样子。这样子刷下是可以的，可是我用那个原地跑步是不行，因为表示它地图中移动，它是算你移动的轨迹，就是说你从比如说 A 点移动到 B 点，它的移动的轨迹才有办法计算在。这场是活人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是活人，总之这场有活人，我不见了，可能是活人哦。
因为活人场才会有滑板喷射器啊，我测了好几场了，六场都没有滑板喷射器，六场都电脑，所以我才换一个分身。像我最近其实一直在试觉醒任务，让大家怎么快刷、啊，就是一直在测试啊，为了让你们有一些比较快的方法，可是还是要确保大家的生命安全啊。欸，奇怪，然后正常玩其实就可以刷到600公里啊，那人不见欸。那个是活人还是电脑啊？怎么会不见？跑到不见啊？欸，出来了，倒。这我不知道是活人还是电脑欸。他为什么会躲？他会躲墙后忽然打我是怎么回事？而且他怎么会在这位置？你是活人吗？哎、欸，你是活人吗？欸，看起来好像是也、欸、是电脑还是活人，我也分不出来。他死了。欸，没有观看欸。那这个是电脑吧？因为通常会有观看啊。好奇怪哦，只要刚刚忽然间就消失了。简单来讲就是呢，你们看我现在连电脑场啊，就是还是会被电脑干扰嘛。所以说如果你要用滑板升级去刷这个来回移动的话呢，很大的几率就是会遇到活人直接把你收掉啊，你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刷。你可能飞个一两次，欸，有人发现你在飞啊，他那边放个地雷啊，不然就是呢直接用枪给你收，把你收掉。有看吗？刚看下面有人，欸，等一下开枪了。好，我先教你们怎么调这个设定啊。如果说你们今天要两个互飞的话呢，就是要去微调。我大概已经试了六场都没有啊，所以终于有，蛮开心的。然后这场是有一些电脑，所以说比较好刷，不会死。然后这个最后刷完的公里数应该是蛮漂亮的，差一点点。等一下再微调左边一点，应该就过来。现在就要两台互刷啊。这招其实我之前就试过了，只是我觉得太容易死掉了。我试过两次。正常场马上被敌人发现，打小鸟啊，还有放地雷，还有放凝胶护盾，你们可以自己测看。经典模式的话，这样子玩很容易死掉啊，因为天文台一开始就会有敌人啊 ，K 镇也有啊，这两个都是热门景点啊。然后其他区域的话，造船厂那些地方也是可以，可是一样会有敌人。他看你在飞的话呢，真的不啰嗦，直接把你带走。然后其实这个百慕达很多这个发射器啊。沙漠地图也很多啊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只要是经典模式，你们这样玩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可以刷个几次啊。不过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会被敌人收掉啊。那如果你觉得敌人收掉没差的话，那其实这样子解就可以啊。只是说被收掉感觉很不好，因为你是飞飞飞，你知道吗？降落一瞬间被打死，不然就在空中被打死，你就觉得可恶，就是不该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可是像电脑场就不会这种感觉，只是想要解任务，拿到这个任务而已，拿到这个觉醒的凯莉啊。OK， 我刚刚微调差不多了，差一点点了。我看一下哦，这边要往右边一点，看可不可以刚好飞到那台。基本上可以调到完全就是来回飞啊，你上就直接上去，然后喷射。哎呦，可以，你看我这个点很好。好，这边就不用调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再调左圆点应该可以了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是电脑厂啊，所以说我才这边慢慢的调整啊。如果正常经典模式的话呢，没有电脑状况下，真的是秒死。这边应该是刚刚好。哇哦 ，OK， 有没有？刚刚好，可以直接按使用键就没问题。刚刚谁来偷打我？好，我们摘，先走，我再调一点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刚刚应该是再拉高一点点。哦，可恶，过头，有人。这电脑啊，你看他打不痛吗？我会看他到底会电脑会活人。其实我电脑场玩起来很无聊啊，我基本上都是拿来就是解任务或者是拍攻略，就是可能测枪支才会开电脑场，不然一般其实还是会玩正常的那个经典模式比较好玩，有活人，活人比较聪明。因为电脑场打久以后，你的那个技术可能不一定会变好，会变差，因为活人的话呢比较聪明，比较灵活，开枪比较狠。然后电脑就是完全打你不痛，这边都有人，附近一堆人，因为这场有活人啊，不多啊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过来。好，这边不能动到，我要直接就是呢飞过来，这边差一点点就调成功了。我记得我上次测应该有差不多有10公里，应该有。有一次也是电脑场，然后有活人，哎呦，又飞过头。然后那活人一开始就被我收掉了，后面都是电脑，我就在那边慢慢调，只是没有开录影。所以我现在发现，就是电脑厂它不会出这滑板喷射器啊，就比较麻烦。
不然就是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刷，你就反正只是拿那个觉醒任务，免费拿觉醒任务嘛，然后你就轻松刷就好了，所以才会一直测测原地跑步啊，然后测跑整场啊，干嘛的？就是为了让你们有个数据啊，让你们知道怎么比较快一点。因为我相信很多玩家也想要，哇哦哇哦哇哦！好，顺便玩一下，玩一下这个未来泰坦。这个电脑的话呢，通常就是没穿什么防装，我快调好了。我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呢，来来回回，其实我记得经典模式一场正常在6公里左右啦，大概是6公里。如果你是正常一直跑、一直跑、一直跑的话，大概紧绷在6公里左右，可能再多一点，有可能。你今天如果差一点点，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有敌人，对，我在讲这个电脑直接收掉，就是说你看你怎么玩啊。如果说你都在跑、一直在跑、跑、跑的话呢，我测试大概6公里左右啊，所以600公里的话，哇塞，也是要打很多场次啊。然后爆破跟那个团队图形那些我有测啊，大概也是差不多3公里、4公里、6公里，就是不一定看你那一场的那个几率。那有些人说用地雷自杀，我就觉得你四个人进去，如果四个都朋友好了，对方是很想要玩那个模式的，你进去就自杀，那其实会影响到其他玩家啊。然后像我觉得现在如果是用电脑场去解这种任务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玩家，是比较 OK 的。不然你看哦，对方好不容易配对到，然后遇到四个一直在自杀，那他们在玩什么？他们不知道玩什么就没了，这样其实蛮无聊的。所以我会不太推荐地雷自杀术啊。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只有一个人要解的话，你三个，然后一直自杀，你三个队友会觉得，你干嘛自杀啊？这样其实会影响到其他玩家啊。我调好了，调好了，好像可以来回飞了。哦，是哦，这个安全区最后是可以让我一直飞的。好，完成的话呢就是这样子，你只要上去以后就可以一直做，这样子的话来回飞应该超过10公里应该可以啦，就是用这个地方两边一直飞，黑镇跟这个天文台来回飞。然后建议电脑厂啊，因为你如果是经典模式很难这样子玩啊，很难这样刷啊，因为太容易死掉了，除非真的其他玩家完全不鸟你，他就让你刷，可是不太可能。而且这边飞其实很明显，像我现在电脑厂的关系啊，他电脑就算发现我，他打我也不会痛，所以说呢，我这样刷着就很安全啊。我这场这样算还不错啊，运气不错，最后收圈还在这个地方，还可以一直飞。好的，到底多少呢？我不确定。哇，有没有电脑全部入圈了？我可以再飞一次吧？我看应该可以扛这个毒。其实我是觉得他的任务有点麻烦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什么比较快的方式，基本上就是你要600公里是比较麻烦。组队那个的话，你用你的分身去创，其实一直自杀会比较快。就电脑自杀，100场一下就搞定了。那我是建议大家正常玩啦，这个模式任务之类的觉醒任务你要解，还是可以正常玩游戏啊，不用说特别像我们，因为我其实拍攻略，我就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不是说要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过这任务，其实就是看你个人需求啊，因为一定有人。他自己可能就是这样子过法，然后我只是分享说我的方式大概数据是多少给你们参考，然后正常玩就是慢慢解，其实也是蛮开心的啦，不然其实这样玩的话也蛮累的。哦，这包是活人哦，不是，他现在跑楼梯耶。 OK， 这场的话呢我真努力的刷了一整场啊，来回飞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是遇到就是局部电脑场的话呢，能够刷多少？然后我要讲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前几场有可能有跑到布，然后有一场有打到敌人，所以说有配到活人啊，所以说大概6公里，原本是123嘛，看一下吧，还是多少？好， 140。好，我先讲一下， 140要先减掉 123， 再减掉大概6公里，再减掉我可能有走路去拿汽油桶1公里。好，大概10公里左右，就跟我
之前测的差不多，就是如果你有一场可以一直飞一直飞的话呢，大概会10公里啊。好的，这滑板喷射器的刷法的部分呢，就仅供参考啦，因为毕竟如果你要玩经典模式的话，死亡几率非常高啊。然后如果是电脑厂的话不好配，因为你配到电脑全部电脑的话呢，不会出滑板喷射器，这是我目前测试的结果，就给你们参考。好，今天的攻略呢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那些影片的话，可以帮你喜欢持续订阅我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又去接到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我主频道、副频道跟玩具频道，连结到影片下方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咯，拜拜。